也许还是我欠你的。母亲，母亲，看看这套好看吗？婉儿真是妙龄，自是啊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那，倩儿不吃。母亲又哄我，在琅琊时都说倩儿容貌天下无双，可今日见了阿武姐姐，方知她竟然比女儿还要美。阿武再美貌，她和佩儿一样。你下去吧。 母亲此话怎讲？我派下人啊，多发了一点赏钱。方在府中打探，阿武几个月前失了腹中的孩儿，险些性命不保。我看他身体柔弱，将来啊，恐难以生养。啊，果真与佩儿相像。若是没有子嗣。 就算今日豫章王对他百般宠爱，也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你可知太后派人将咱们从琅琊接到京城是何用意？想让女儿入宫，所以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这次机会。 多谢太后姑姑赏赐，倩儿真的很喜欢。 倩儿喜欢就好，我们琅琊果然人杰地灵，竟生出这么水灵的姑娘。谢太后夸赞。母亲，太后姑姑对倩儿真好，就像我亲姑姑一样。太后本来就是你的亲姑姑。太后姑姑，倩儿说错话了，倩儿的意思是。 倩儿喜欢太后姑姑，这丫头。殿下，豫章王妃来了。